叶兄弟，你醒了？你醒！你小心一点。师兄，王少侠。 这位是洛青阳，是影玉王妃。发什么呆啊？哦，对了，这位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景玉王妃。不要叫王妃，我还未过门，就不是王妃。王少侠，你的伤好了吗？多亏王妃和洛兄及时相救，没有伤及内力，现在已无大碍了。那外面没有高人在追捕了吧？怎么可能？ 皇帝陛下可是给我望城山御赐过至清牌匾，从来都是清清白白的，走到哪儿都是上宾一带。那晚只是个意外。那么，你为什么还不走呢？行，那叶兄。